這個很高的，用一些梯做成的一個，好像一個什麼哨兵那樣，騎得很高，想觀察著出面馬路上的檢查的狀況。那他們後面有磚頭啦，他們的後生仔就專心搭緊啲磚頭，又兩邊有窗，唔係窗有遮啦，有燈，所以呢個咁樣嘅哨，所有幾個，但前面仲有啲後生仔企咗喺上面嘅，佢哋好有秩序，呢個簡直可係一個戰爭嘅場地啊！有前方有後方，咁我哋所處嘅位置喺二橋就係前方啦。前線因為我好咁呢個係後方啦，後方就係邊度嘅後方嘅坐緊休息緊，或者係準備緊準備啲物資，就係橋嘅盡頭靠住中大嘅方向。香港的後生仔點解要抗爭？佢哋答嘅最多嘅一句都係想守護香港，守護呢個家園。佢哋覺得中共香港政府為香港呢、這個香港回歸咗中國廿幾年嘅時候，中共冇順守承諾，冇係即係冇令到佢哋之前擁有嘅一啲自由、一啲民主、一啲核心嘅價值繼續保留，同埋呢個送中嘅法理令到佢哋覺得人人都岌岌可危。如果佢哋有機會有俾送回去中國大陸，他們知道他們自己會很慘，因為他們不信中國大陸的司法制度。所以現在的資訊流通，送中國大陸那些李旺陽、高志新，太多太多的外國人士在大陸受到的打壓，香港的後生仔是有目共睹，所以他們覺得這個是他們自己的家，他們有守護。他們的革命就是想香港有民主、有自由、有雙普選，起碼有雙普選、有普選，人民可以話事，人民可以有權選自己的行政長官，為人民服務。所以他們為了守護自己的家，甚至乎有些後生仔都覺得就算是犧牲自己，他們都覺得是值得，因為為了正義。所以看看這班後生仔不會怕拖，不會忍錢，有時候連到香港的 大人都很感慨，所以大家今天在外面就看到一些麻子堆積如山了。現場的狀況都基本上是這樣的，就在這裡搭一些磚頭，只用一個大大的磚頭搭碎它，然後要扔起來就沒那麼重。
Thank you.